晚上好，今天出去去书店的一天。然后呢，今天跟我表弟还有我妹一起去书店买书，让你们看看他们两个在我前面走。我妹居然比我表弟矮，我表弟比她还要小，长个了。因为我妹肠胃不好，所以只能吃这个，不能吃水果，不能吃辣的。看她还不能吃生的。挑食。我弟点了一杯水果茶，然后我点了一杯叫做什么清雅卡曼菊茶，喝起来跟柠蜜的味道一样，但是它长得还不错，很好看。还点了一个小吃拼盘，可是现在已经剩的不少，不多了。喳喳，我们点了个海鲜至尊披萨，点了个普通装，还是芝心的。这么喜欢芝士的我，怎么可能不点芝心呢？好了，我要尝一下。我们现在吃完饭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书店。我们刚刚在立和吃的必胜客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走过去假日广场。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还是挺近的，就1公里的距离，然后就当饭后消食。现在要走过去。我刚跟他们说颠着走可以长高，然后呢他们两个现在就在前面颠着走。现在我已经进来了假日广场，然后我现在先要去屈臣氏买点东西。当当，我要进去啦。当当，就是博雅，我们现在要上去。当，给你们看一眼，我们现在要先去查一下卡里面有多少钱。我有4张卡，可是不知道卡里还剩多少钱，都是些桃树卡。一般过期时限了。当当，5张桃树卡。当我掏出来去问里面还剩多少钱的时候，那个姐姐被我吓到了。然后4张都是满的，1张有336，然后有1张只剩下24块钱。我现在有1000多，我好开心啊！看，快看，这就是我们的战果。要不是因为拿不回去了，就不买这么多。大家看看我们的单，好长。
逛完书店，我们来楼下吃甜品啦。冬天吃冰淇淋好爽的。我妹不能吃雪糕，不能吃太甜的，但她很饿，我们来甜品店为她煞费苦心的。碰到了，那我和我弟正在帮她解决雪糕这件事情。巧克力呢？巧克力呢？早就被我们掺和完了。我们现在要回去啦，在走去公交站的路上。我现在嘴瓢了，看我抱了一袋书，然后我弟他抱累了，然后让我妹先拎一会儿。回家啦！我现在单手抱着有点重，一只手拿着手机。天气真的好好啊，很开心，买了书就非常开心，开始蹦着走，这样颠着走。快看他们两个，当当，8:30差不多，我们又出门啦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买棉花，还有我妈，还有我妹，我爸去剪头发了，他待会来接我们，然后再走过去超市。天啊，这个灯光我眉毛都没有了，暴露了。超市真的超级多人的，好重。拿篮子实在是太重了，我去换了辆车，好机智。我是一个推车的，走，跟上。在哪里？啊，可黑哥饼，当当，买了好多东西，都是我们爸妈他们要拿来送礼，还有明年火锅的东西，还有一些包，流沙包，还有豆沙包，还有叉烧包，还有饺子。我们现在要买单啦。走了，把我们两个拉下了，快看那个摩托车飞驰而去，剩我们两个孤苦伶仃。没有影子了，我现在同手同脚了，我被你弄的，我同手同脚了。